想起远方的春海，在蓝天起舞的海鸥，我和你静静走在阳光里，这永恒的一天。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，嘿嘿，这里晚上应该可以露营的。在这里呢，叫做奇澳印象，就在奇澳岛的里边。因为这个有一个小姐姐跟我说，奇澳岛这里停车任何地方都不收费，只要你不妨碍别人的交通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把车停在了海边，那这里应该都有好多台车在这里玩，在海边搭帐篷。好了，我回家了。哎，很有艺术感的这棵树像，看吧，这里这个餐厅刚才问过了，就只有三明治简餐卖，但是这里可以烧烤，烧烤怎么收费呀？哎，你这里外边如果烧烤的话怎么收费呢？哎，你好。烧烤的话怎么收费呢？啊，猪炉的120块钱。一次。4个小时，120块钱租个炉子，有炭吧？有一份炭，一份炭能够12个小时，4个小时吗？不够不够，大风不够。那我再要再加炭多少钱一包？20块。那我也可以自己带炭了。可以。哦，那这些也是卖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秋刀鱼吗？对。就是外边有在烧烤的。哎呦，这是烧烤的啊！哪个是城墙？这里，这块。这城墙这么矮，分分钟被人家攻破啦！什么啊？小羊国的人就这么小啊？那么小啊？我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，看到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把车尾箱打开，在这里对着大海煮茶喝。安上，好，哎，哎，烧上水，看一下，有小孩子在放烟花。现在外边过来一台房车在这里驻车啊。早，今天早上雾好大啊，这个房车一家还没有起床。空气太好了。在外边露营的朋友，这空气一定比车里好多了。我总会想起远方的春海，在蓝天起舞的海鸥。